同獅子不日而語啊！哦，攞命啦！攞命啦！真係攞命啦！佢咧一出咗只 game 咧，一出咗只 game 咧就要再重新再開過。呢個會係最攞命嘅地方。呢個最攞命嘅地方，即係呢個只不過係玩爸爸最攞命嘅地方啫。咁你其餘嗰啲唔攞命噶嘛？即係話佢萬一玩緊呢只 game， 然之後咧就突然間彈出去，唉咁啊賴嘢啦！因為頭先我只不過係出邊咧再校過曬嗰啲咁嘅錄影上面嗰啲問題，咁但係咧，如果玩爸爸的話，就要諗下啦。有咁嘅情況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佢彈咗出去，彈咗出去咧，你打緊咧，咁不過而家最近爸爸有呢個中斷再開處理嘅，所以幾好。呢、這個機制好過第一代，反而第一代咧以前嗰個唔會咁樣問題嘅，第一代都有係直接開㗎，嗰、那個係直接開係啊，直接開。哇，咬得幾密，哇，邊段人少好整呢兩下，呢啲叫做真情啊。咁啊，大致上真係大致上係咁啦，即係講真，只在講爸爸啫。咁但係最緊要佢唔窒嗰下就已經好 OK 噶啦，已經。係咪有手抽啊？喂！有冇手抽啊？呢只嘅冇啊，賣噶阿爸爸呢個啊？抽咩啫？阿爸爸係賣，唔係手抽啊！係咩？佢唔係，起碼都俾翻粒我。要啊，咁啊，朋友抽當抽啦，抽下先啦，抽做個 ending 啊，抽兩嘢做 ending 啊嘛，起碼都佢要。抽翻兩隻勁嘢翻嚟都好。多謝。仆街啦！即係經驗怪翻嚟做仆鬼，仆街！黐線嘅，做嗰兩隻都係經驗怪，仆你個街！食咗佢咯。好，咁就完啦。唉，咁啊完咗啦，唉，所以咧，唉。應該有嘢，係咪有嘢抽啊？仲有冇啊？即係陰公啊，冇啊！誒，有二十粒寶石啦，同埋有五千。我點解咁哇？喂，原來一開頭係咁噶。有咩啊？有二十粒寶石咯，有二十粒寶石同埋有五千點友情抽。咁咪好咯。哦，咁啊，調翻轉啦，真係抽啊，友情抽啊，因為值得抽啊。尤其是你，譬如你課新。你課新人物啦，可能抽到幾個。課新人物。抽到嗰啲都好啊，抽到啲三星嘅。三星嗰啲，人哋咧已經打過啦，揾嗰啲唔係三星啊，係真係五星最新嗰堆朋友抽嗰堆咧，打得死天才啊，六隻打得死天才。好啦，咁啊，梗系抽咗先啦，唔好理啦，真系阴功。好啦，抽咗先。好，嚟啦。仆街啊！你唔好俾呢啲我啦。喂。
仲要俾呢啲錢錢怪我，做乜鬼？一隻俾一隻嚟，一佢得埋三成嘅都係，介意啲都係咁俾我，努力啲啦，努力啲，連進化都有啊！哇，犀利喎！努力啲啦，喂，俾只似樣啲嘅，掂五星，係咪五星啊？係，哎呀，五星呢只。非常五星，但我喺度谂紧点样 spark 咧？我哋啲人唔 spark， 然之后咧嗰只我嚟加 spark， 加 spark。哦，系个 spark 回 BB 喎。嗰只 spark 就唔知回 BB 定回 HP 嘅。屌，俾你生性啲啦，新嗰只啦，最后嗰只俾你新嗰只嚟啦，仆你个街啦。冇啦。安分守己都是要用寶石買，一買到不如買啊，買了40片回來啊，對，不如買了40片回來啦，現在剛剛做活動，買發揮神出來，買40片回來就可以了，搞定了，什麼問題都不是問題，立刻真系离晒谱啊！呢只仲要弱性，弱性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弱点属性无效，咁即系唔使玩啦，买呢只咯，直情买唔买补血咧？但系问题，买咯，买火攻啦，火，如果你俾着我啊，俾着我，我都其实买下金都好，买雷属性嗰只其实。其實雷屬性嗰只唔錯。如果你俾咗我係，如果我係真係一開頭一開手，其實你俾咗我，我真係買，一定買發揮神。嗯，係咁啦，係咁啦，啊，完啦 ，end 啊 ，end。但係真係講真，真係好慢。